哦呦，这里这么深呐、啊！看到了。来，阿飞烧点东。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准备去要点野菜回来吃，走。现在来这里看一下水芹菜长了没有，上次得的那水芹菜还挺好吃，百吃不腻。现在来找一下，哦，你看这里就有了，你看看看，哎呦，这里，这种开叶的还好吃，这种开叶的也有，它下面的这种大的也有，看它躲得比较深一点，你看这里，咦，它出来了。嫩的，你看，看这里特别的嫩，哎呦，这里，看，你看这里也有，哇塞，就是这种最好吃的，你看开叶的，不知有多没有多啊，这里有一点算一点，哎呦，这里多。哦，这里面你看看全都是啊，哎呦，好大一根哦，又肥又嫩，你看这里，哇塞，又肥又嫩啊，一下就是一大把了哟。现在要慢慢的找了，这个草已经盖上去了，它躲在下面了，看不到。呀，这个草被打的太亮了，真的，哟，来。你看，摔的脚这里还看到两颗，还挺肥的。你看，没有，才找到一点点，还要下去看一下。被别人拿完了，你看。是啊。这里有一小碗了。一小碗。下到下面去看一下，走那么远的地方就走那么一点，怕这个天气太冷了，要不然到河边去抓点鱼回家吃了。啊、这下面你往年来的都有的，我们下去看看。
好肥的。还能开这种叶子了，好吃，拿点回家。壮肥肥的，你看，它躲在太下面了，要仔细的找才找得到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哦哟，哦，这里这么深呐、啊！哎呦，这个难搞了，太滑了。你看，这收获的这里都怎么？因人多找，太少了。从这河边你就你一大圈了，还是跑到这个老基地来找一下。到了就看到了，你看又涨了，是啊，你看长得还蛮高的。很嫩很嫩的。就是小一点，没有那么肥。这种开叶的是最好吃的，挺入味的。这种开叶的，你看，要这么大一把，哎呀，今天也。可以拿去回家也够一餐了嘛，拿回家炒腊肉是特香的。这个蕨菜主要这个水蕨菜嘛，如果你拿这种还没有开叶的，它没有比不上那种开叶的还要入味一点，所以我喜欢拿的就是那种开叶的是最好的。好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哇，又是满满一篮。一个菜，简简单单的。野外野菜真的好吃，还有辣。